迷你鹦鹉鱼繁殖前兆。苏鹏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皮肤病神经内科专科医生。迷你鹦鹉鱼繁殖前兆，公迷你鹦鹉鱼的额头会微微的隆起，母迷你鹦鹉鱼的体型比较圆润，领地意识增强，在产卵孵化前需要格外注意。第一点，繁殖温度，推荐温度是26至28摄氏度。第二一点，鱼缸内增加卵附着的附着物，比如紫砂、水妖精、雕刻类繁殖缸、小花盆、盘子等，紫砂、陶、玻璃这些都可以。第三点，准备好开口饲料回水，孵化丰年虾最佳，粉状饲料，将饲料粘成粉末状都可以，不建议使用蛋黄水，不好控制，容易坏水，反而造成小鱼的死亡。第四一点，产卵期尽量不要开灯，容易受到惊吓，也不要有人影在鱼缸前进行晃动，要给迷你鹦鹉鱼造成一个安静的环境，才有利于下卵。第五一点，发现缸内有其他未配种的鹦鹉鱼，经常出入配对鱼的领地，需要将青鱼进行单独饲养，也可以将其他鹦鹉鱼移出水缸，给繁殖的鹦鹉鱼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。